로 치우는 게 나아가야 될 것 같아요.
Thank you.
飘零宴，每年的时候编应该要写，因为我不写基本上就记下来。对，就是有一天，我看应该是年前，跟我爸妈唠了一次嗑，就啊，好感慨，我也编了那么一次。对，就是我觉得献给大家挺合适的，因为大家都是在美国的游子。好的，我一个。最后一首啊，怎么走了？现在就是一首歌吗？对，最后一首其实啊，子晨走了，我跟一个哦，对，正好子晨走了。然后最后一首其实我有跟一个音乐制作人的朋友做过最后一首，因为你要录他说的那句话。对，然后也很可惜，就是他也是3月份就走了。近几年你认识的，他是一个我很有朝气的音乐制作人，然后帮我制作了这一首，但是也是很多人都回国了，就蛮可惜的。所以说现在就是一首纯 solo， 但其实这首就是做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。敲的时候没有说名字，对，前面的两首，往前的第一首其实是我编了一套中国风的三部曲，然后，对，然后这一首呢就是偏中东风的吧，然后这是中东风三部曲的第一首，叫做《领航》，所以大家现在听。